三角龙队可以，三角龙桥，来租我吧。你能看到我位置啊？这快多了。叫一声，叫一声，往你们的方向走。集合，集合，集合。素食啊，素食恐龙啊，对啊。脚步声的人，镰刀，这镰刀攻击力应该很高吧？我距离你们有多远啊？也就隔了一两座山吧。走了一两座山是吗？这路上肯定会死啊，路上肯定会死的。你们有三十个人，要有三十人搞个迅猛龙群，他妈的直线跑过去，我操，看到霸王龙都算我操无敌了。就要他妈有三十个人这个组一个迅猛龙群的话，我你妈无敌了，真的无敌了，那是真的屌。你在吼一下吗？又碰到你人了，看到了吗？看到吗？啊，霸王龙拉起，霸王龙拉起，霸王龙不行，霸王龙这个实力还是有点差，实力还是不如这些恐龙，这些隐刺。上去喽！谢谢雨送的了荧光棒。我这样上山，我会不会骨折啊？啊！我这边有两个恐龙的尸体啊，刺过鼻啊，红龟呢？什么恐龙啊？三只刺鼻，哦，都是食肉龙。我发现这些老外很喜欢玩食肉龙。太喜欢食肉龙了。只要不骨折就好啊。我打骨折了。哎呀不是。妈的什么鬼啊。啊，腿瘸了。包皮能找到我吗？包皮啊，能找到我吗？我在往你那边跑呢。我也在往你那边跑。什么龙？镰刀龙啊。谢谢 CD 送的十个大瓶，谢谢 CD。这是这个侏罗纪世界一种这个素食恐龙，很猛的一种素食恐龙。哇，这边全都是尸体，看到了吗？说明以前有人在这开过团战，开过团战，而且刚开不久，五分钟之内，肯定是一只很猛的或者几个很猛的人，这个把他们全杀了。如果现在来一头恐龙把我一咬，那我就死了，跑也跑不掉，打也打不了，骨折。被瘸了，其实镰刀龙应该很有弹跳力啊，为什么我弹跳力不足呢？
能不能爬上去？爬不上去。天哪！能不能听到我的叫声？我在呼唤你们，能不能听到我叫声？听到了，我在找你。怎么好像一条狗在叫？什么狗？就在前面。一条狗在叫，谁呀？我又骨折了，哇，双条腿，两条腿都骨折了。我怎么听到狗叫了？这不可能有狗啊！看到了一只剑龙，他会不会打我呀？暂时跟他示好，示个好吧。好吧，大家都是食草龙。不是迅猛龙叫声，剑龙，剑龙。我操！哎呀！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！